这2000块钱是叔叔带货挣来的，我一分钱都舍不得花，都给你们攒着，然后这个交给你们用来上学用，知道了吗？然后这个钱由奶奶来保管，知道吗？你们上学的时候就用，以后还有什么需要的，还有任何花钱上的，或者是你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找我，好吧？然后开始往屋搬吧。出去吧，搬到这个屋去吧。没事吧？那我就先走了，等没事再过来看你们啊。走了。爸爸再见。爸爸再见。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。哭嘛，哭嘛，哭嘛。我还会过来看你们的。没事，不哭，不哭。不要哭嘛。我会经常过来看你们的，而且我还会经常给你们带礼物的，好吗？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你们两个答应我好好学习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要好好学习。